嘅，係。唔該，兩位喺依度。係呢面啊，唔該。嚟望多張啊，唔該，兩位喺依度。我真係冇留意到，可能啲網民話，可能今日要嚟嚟圍觀啲中資嘅。哦，咁我諗書展咧，即係一個讀書嘅場合啦，係嘛？即係任何嘅抗爭咧，我諗即係要尊重下呢度嘅主題啊。嗯嗯。就算係中資出版社咧，佢都出咗好多好書嘅，香港好多本土嘅掌故啊、歷史啊咁樣咧，係嘛？即係咧呢啲佢都有一個貢獻嘅，係嘛？即係我希望咧，今日呢啲場合咧，即係5、6日咧，係以一個讀書為主，就嗰啲社會抗爭咧呢個咧，我覺得暫時應該咧係喺個場外，就唔好喺個啊。因為你就算是中資出版社，他出的是書，是吧？他很多書是人家出不到，因為他財不勢大，一有的錢，就算中華商務你不喜歡他那個背景，這是一件事，但他出的很多書是好看的，譬如說你香港那個電車那個歷史，香港那個港島那些舊的街名那些，那都是本土書，是吧？這些就我覺得没必要的，就不要混为一谈，暂时不要了，暂时不要了，其实这些其实今天的书展呢，就是以一个读书为一个题材，一个主题。